おう、うん、美味しい。はい、溶いて。你不是本来说很讨厌玩雪吗？我因为很好玩啊，我不知道这么好玩。准备来，快点！欢迎来到我们的乐月频道耶！今天是我们来日本第几天？六天。第四天，对，我们今天要准备出发前往月后汤泽。我们要去干嘛？今天要干嘛？啊？月后汤泽。月后汤泽要干嘛？泡温泉。我们要去堆雪人，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看过雪，对不对？你们看过雪没有？还没有看过雪吗？我在书上看过雪，但没有实际的过雪。对，那我们今天要去到一个很冷的地方，我们要去看雪，好不好？哦，好冷哦，好冷呢、啊！哎，好冷呢、欸！你有觉得吗？啊？这样感觉还好。屁呀、哦！我就觉得好冷呢、欸。那你喘了，你可能喘太久。我觉得好冷呢、欸。我觉得还好。我的妈！你的妈在这。好冷。走吧，来戴手套，戴毛帽要不要？没有，那等一下出去再戴吧。好，那走。好，那先出这边。他们要刷这个。哥哥，哥哥，你的票。在下雪，在下雪，妈妈在下雪，在下雪，在下雪。哇，在飘雪了。好冷。好冷吗？在飘雪。太棒了吧！哦。哦，完就死了，啥？太高哦！那棉花糖嘞哈。嗯。我怎么打扰到我的钱了？上面的比较松啊。还有人在泡脚啊。冰哦，真的好冰。我总觉得雪好像越下越大哎。天哪！哎，越下越大了啦。妈妈，你看你的头发！哇，下雪了，好开心哦！耶，下大雪了，哇！哇，太棒了吧！堆雪人，堆雪人！那这里面都是什么？那个是可以泡脚的，这边是泡脚的，可以泡温泉，用温泉泡脚的。没关系，没想到我们一出站就下雪，而且现在下的，现在的雪下的真的很大，好酷、哦！抽什么？没想喝那个热的奶茶。你想要的？是你想要的了吗？我可以帮你。好，那你手套戴着进去喝，我先放在这里，等下跟你喝。我们先去车站里面看逛一逛，等下再下站了。干嘛还要喷水？是不是？走去车站里面，快走。他怕结冰，地面结冰。行，我先去车站里面逛一逛。
之前不是还有一个躺在里面？有，还有吧，但还没有到那站。他是写20岁以内不能入场。不能进去，是啊。确实是他刚好在下雪，小心不要走，这很滑啊。要再过吗？哥哥可是全副武装，他现在什么都不怕。It really makes me wonder. Yeah, it makes me wonder. Oh, I wonder. Oh, I just wonder. It really makes me wonder.Yes. 哎，哥哥，哥哥，姨妈。进去，赶紧进去。哎，在。哇，人家
Just to spite you, because all we ever do is fight. Oh, and I really think it's time we say goodbye. Baby, I'm too bad. Look at that.哎，看到履带机车吗？Snowmobile，Step Two。You were always there for me. We could talk for hours. 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to us. Oh, 'cause we.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ビス。ビス。Maybe I'm too fed up with us. Can't take no more screaming, hurting each other's feelings. Maybe I'm just too tired to talk. You don't want to decide. It's better we leave it all behind.拍张，当出来了。这时候就知道看一看这个人的人品如何，人品不好就是这个下场。谁叫你不过？我妈妈是三只鸡。啊，妹妹在骂我什么？我不知道。啊你没有戴手套哦？有啊。按手套怎么这样？我的是露出大拇哥可以按相机啊。你露出大拇哥。哎，妈妈已经进去了，真的太冻了。是啊，妈妈进去了。赶快拍一拍，不然人家手湿湿的。你看，给妈妈看你的手，好像熊掌哦。你看，好像熊掌。你干嘛？你怎么能长出这种东西？哥哥，我们要赶快进去了，下大雪了。很舒服哎。很舒服，没有，因为现在你们冻过头，现在妹妹的脸已经有点冻伤了，她的脸已经红红的，你看。好啊，赶快走了，我们去那边再等一下，如果想完再出来。快点快点，你脸也红红的，你看你的脸。没有。快点，太冷，快点。好不好玩，哥哥？我变成毛怪了。变毛怪了，有没有好好玩哦？好好玩。超好玩，有没有？我就在丢你。你等一下，够积怨已深哦，哈！哎呦呀，我耳朵好痛啊！好，耳朵好痛，赶快弄起来，不会痛的。啊，好好玩啊！
想再丢妈咪。赶快走，赶快走，先进去，先进去。我想再丢妈咪的。就走走走，小企鹅，快点。小企鹅，赶快先进来。怎么了？不要一直哭哭。好，这边就安全了。哥哥，你不是本来说很讨厌玩雪吗？我因为很好玩啊，我不知道这么好玩啊。你知道玩雪这么好玩？啊，那妹妹也不是也是说不要玩雪吗？啊，下都下不得手哦，现在下大雪，现在吵着要玩雪吗？现在外面下大雪，好冷哦。你应该来这边了，他们来这边。我以为很好玩呢。你以为很好玩？对，根本就不好玩。不好玩，你还要玩？不好玩，你还玩成这样子？还要玩？是真的，舍不得走，还哭着不要走。哥哥都笑了。啊，明明那么难过。你看，外面暴风雪。我想转过。你看。哎，我快过。那你知道下一明天要去哪里吗？哥哥看，要去沙漠。你根本就不知道哪是去沙漠啊！我还不敢去哪里。我也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对。你们两个讲话好好笑。我想要玩雪，好想玩暴风雪。嘴巴给我闭上。想干嘛？想泡温泉。泡温泉，泡你几个头了？泡你的头了。对啊，如果这时候可以回饭店泡个热热的温泉，该有多好！爸爸，你要再努力一点。哥哥，你要戴手套哦。哎，全部戴好。你怎么要戴好？什么都没戴，你要出去？你忘记外面有多冷吗？哦，这边感觉雪，哎呦，雪更不松嘞！啊，跟坐先给我攻击了，你们才抓得起来的。哦，哇哇！跟我追过去，快点！哎、啊欸，这个好松！哇！哇！哇！啊！都是雪了，我身上都是雪。到底，赶快雪天使！这样还载得下吗？